妈，我系亲生嘅，第执翻嚟嘅。执翻嚟。我很怕耶，现在只要不要太失败就可以了。有一个人问我有没有男朋友，我最讨厌的 YouTuber 就是那个。OK， 所以今天呢，我要做的东西就是来回答你们的 Q&A， 就是你们问了很久是那些问题，可是我还没有回答你们。Let's go。那时候我就叫你们在我的 Instagram 的照片上面问问题，还有我的 YouTube 也问问题，所以呢 OK， 所以这个人问我可不可以挑战 DIY 染头发，当然可以。我很怕耶，现在只要不要太失败就可以了。有一个人问我有没有男朋友，对，这是我的 TikTok 影片，一看了就知道我有没有男朋友。 Ayo boyfriend check， just kiddingI'm never gonna be in a relationship because I'm ugly and annoying again. I'm never gonna be in a relationship because I'm ugly and annoying. 其实在中学呢就应该好好学习，不要谈恋爱好吗？大家最喜欢的 K-pop 明星 IU 吧。我这样子会不会很丑？我看起来会很丑。下一题就是要读什么大学？ Oh my god， 很凉很凉，我的头皮。我要读by the way， 我没有留高三。我那些一直讲这么年纪没有读书的人，有一个人叫我去巴萨买一条鱼，然后丢在地上。这是什么冒险？不明白。Stop the cringe。下一题，我感觉我很丑了，我真的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是要丑丑一点。为什么想当 YouTuber？ 因为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才华在读书上面，所以想要再发掘自己别的才华。当了 YouTuber 有什么感想？人家看到你的成就就会去称赞你喽，可是还是会很累啊，有时候。对对对，你要牺牲你的朋友三个人的实验室，你没有做东西好不好？哦、oh. ，我做好实验品啊，我还不是实验室。有喜欢的人吗？以前有啦，现在没有啊。哦，这是昆城的吗？哈哈 ，stop。主播的时候吗？没有，没有。Oh my god， 我真的很丑哎、欸。有喜欢的人，也没有人喜欢我，好不好？你可以录一个姐姐恶魔笑了。可以唱野狼 disco 吗？现在吗？我想唱，你要听没有？我在这样的时候，那我就丑。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右边画一道彩虹，走起。最喜欢或者是最崇拜的 YouTuber 加原因。Oh my god, I look like a potato， 我看到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很像那个，你有看过 Captain Underwear 吗？ Oh my god， 我觉得我很像 Captain Underwear。 那个可以跳舞吗？ OK， 现在我头发是现在我头发就是半路中，等下我要染一个颜色。 OK， 希望等下更好看。如果下次遇见你，希望是在晴天里。 OK， 所以请问可以挑战24小时拿着史莱姆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子。然后我假装自己拿着一个。这个人呢，他问我，请问你几时有男朋友？我也不知道我几时有男朋友，我知道通知你。想听我讲老娘超美的？老娘超美的。这个人问我最讨厌的 YouTuber 是谁？我最讨厌的 YouTuber 就是那个 ，Yes， 就是我很讨厌他把那个标题的东西很夸大，然后其实内容也没有这样夸大，就是 clickbait。然后他是一个 Malaysia YouTuber， 你可以想。OK， 下一题就是我的体重身高是多少？我的体重是30 kg。然后我的身高很久之前2.458，爸，我希望现在有160啦，就很像180跟178的分别，你知道？在你家前面喊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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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痒。随便问一个路人，我美吗？谁化妆？
下一题是你最喜欢哪个卡通人物？我最喜欢的卡通人物是 Wee Bear Bears。是 Wee Bear Bear 好吗？你为什么不知道？你一定不是忠实粉丝。下一题是几月几号生日？我是7月13号生日，然后我是巨蟹座，可是我觉得自己像双子。下一题是在马路上做史莱姆。 OK， 我不想被车撞死，唱我最喜欢的歌。现在是 I got that yumm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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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ummy。 下一题，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我喜欢跟我有共同话题的男生，就是不要让我一个人讲话，就是我讲话你能接得上的那一种。我最喜欢和最讨厌的 YouTuber， 最喜欢的 YouTuber 是这个Emma Chamberlain， 她是外国的 YouTuber， 几岁？17岁。我今年18岁，可是我还没有过生日。下一题，请问你可以跟我们讲在你学校发生最好玩的事吗？我现在回答这些问题呢，我已经很熟了，因为我已经回答过一次了，把 video delete 了 ，OK？ 所以我们班上有一个人，他就带了一个假的蟑螂去学校，然后他就把那个假蟑螂放在桌子上，然后那老师看到他就是我们有偷带手机去，我们就拍他的反应，然后他就这样子，我就做了一个 video， 就一直 repeat 他那个动作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放在 group chat， 然后他看到。我的全名是徐子璇，对妈妈大喊我好美三声。妈，我好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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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唔系我好肥咩？妈，下一题，请问可以跟一个 YouTuber 合作吗？我也想跟一个 YouTuber 合作，可是没有 YouTuber 要跟我合作。现在用 LINE 跟你四个朋友说你好美，男的也可以。下一题，姐姐，你可以做24小时不理会家人或朋友吗？嗨 ，Hello，H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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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Pia，超时。在你家外面大喊：“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！”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。下一题，请问你可以24小时一直做史莱姆吗？24小时是一整天。不可以。下一题，在你外面喊我是白痴，我是白痴，快点喊多几次，我是白痴。有想过剪短头发吗？有想过，我以前剪过，然后很丑，然后那一年哦，我被人家叫 dinosaur 恐龙妹，你知道吗？恐龙妹一整年。有在班上拍过自己的影片吗？自己开是班上的人感受。哇，说到这个，是老师开的，是老师。那时候呢，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子露脸，有用变声器的。就算是这样子，我也觉得很尴尬。你想一下，全部人看着你的影片，就是这个影片，好尴尬，我超讨厌那个老师。摩擦摩擦，唱芒种和太阳。一想到你我就呜呼呼，恐恨别梦中呜呜呼呼呼。太阳是，我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底呀，在你的心里呀，不管是多远的远方，不要害怕，我在身旁。下一题，姐姐，你觉得你的优缺点是什么？我的优点是会坚持我的梦想咯，做 YouTube。 缺点就是我脾气很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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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脸呢就很臭咯。可是这个是我生出来就这样子，就是我一休息，我一放空的时候，我脸就这样子，然后全部人就会觉得我欠了你8000万。姐姐，你觉得拍影片会很累吗？不会累啦，自己喜欢就好。姐姐，你有几个相机？我有2个相机，其实我有3个，然后有1个给我跌烂了。下一题，在厕所里面跑20圈。姐姐，请挑战24小时不讲话，只用剪接，现在可以做给你。在家喊我最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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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最美。
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做一个动画师，就是画动画的那种。下一题，你想做哪一个迪士尼公主？没有耶，我是喜欢去迪士尼，我也喜欢看迪士尼的 movie， 可是我没有想要做哪一个。下一题，女神，你可以拍都市传说吗？现在是晚上的12:10，千万不要在厕所里面超过60秒，不然你会发现时间又过了1分钟啦。姐姐，你一个月多少 money？ 你可不可以以后做多一点 smile 的影片？我一个月大概赚，其实也不定的。我12月的时候嘞，然后11月是，因为那时候我考 SBM 嘛，然后我没有发影片，所以就这样哦。所以每个月都不一定的，你问我，我也不是可以很确定的跟你讲。下一个可以拍介绍你家吗？所以呢，你一进来呢，你就会发现这里有一个电话这样的东西，这个是通知下面的。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放鞋子的地方。然后继续走呢，这里就是史莱姆材料啊，就是拍影片用的材料啊。然后呢，这里就是一个被改装过的圣诞树，我的冰厨。然后这里就是一个沙发，可是它可以开这个东西，然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床。OK， 电视，这就是刚刚的那个角落，我的胸。OK， 可以走到去楼上呢，然后就是放衣服的咯。然后这就是床，这里就是超混乱的化妆地方，首饰啊全部都在这边。 Be Bears 的地毯，然后这里也是厕所，所以就这样子。 OK， 问你妈妈，你是不是亲生的还是外面捡回来的？妈，我是亲生的，带着饭来的。这饭来的我没想到一个答案。考试最低分是几分？好像有考过40多分吧。拍 vlog， 然后24小时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讲到反了，比如我是白痴，吃白是我，这样子那个影片是不是要剪到我要死，然后我整个语无伦次，跟世界隔绝这样的。妈，你爱我，我爱不你，我爱不你，让这样整死去。下一题，躲在被子过一天，这个是我的热肠啊，在被子里面一整天，这是我的热肠。满意了吗？下一个，我的抖音 ID 是什么？ TikTok ID。 我越来越讨厌你的频道了，你讨厌我，你以为我喜欢你啊？滚开。下一个，你们的脑洞怎么那么大？抱你姐姐的腿24小时。哦，下一个问我为什么没有拍过我爸爸，因为我爸爸不喜欢上镜，每次要拍他我就要马赛克，很麻烦，所以我就不要拍。下一个，如果遇到黑粉你的反应是怎么样？我都没有管的，我不 care 的，我就是I don't care， 然后就会划走。遇到婊子怎么面对？我会这样子面对，这频道有小孩子啊。如何面对朋友的背叛？我朋友没有背叛过我耶。如果全部人都不相信你怎么办？没有关系啊，我有自己做自己的太阳呢。我想做我的太阳，我的太阳，自己相信自己就好。如何面对你的史莱姆？因为很多哦，太多的话我会丢掉，如果不小心露出来的话我会很崩溃。姐姐有做什么保养吗？为什么不长痘痘？我是有用收敛水，其实有时候用有时候没有用，这样啊，天生的皮肤蛮好的。我没有喝别的饮料的，我就只喝水，天天都喝水。请问姐姐是母胎单身吗？家里人会反对你谈恋爱吗？看到酸民留言的真实反应。 OK， 耶、yeah! ！我终于回答完你们的 Q&A 了，你们真的是脑洞那么大。然后我会好好的继续加油，然后继续做更多好看的影片。 OK， 好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。